今天压力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伟哥，你昨天安排的行程实在太丰富了，对，真的，对，一道道菜是最后最刺激的，对。而且他的那个麻油松板很好的一点是，我以为今天早上起来一定会喉咙痛，因为燥热，结果一点都没有。他说昨天他说什么善化的麻油，对对对。很香，所以纯的东西还是好的，真的，对，不要加了。我想是哪一瓶？加料在里面，买一瓶善化的吗？对，昨天最后我也喝了一个很纯的东西。今天带你们去一个70年的老店，然后它也是算很在地的一个小吃，就是这一街。你看，早上生意就这么好。亲爱的旅伴们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台南。那身为当地的台南人呢，我推荐的地方都是观光客不知道的，只有在地台南人才会去吃的或者是去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去体验看看。到了下大道旗鱼羹，我们之前都是吃四目鱼，对不对？这间店呢，是我从小吃到大，也是我爸爸。算是蛮小就吃到大，那你要高喊一声，阿姨，我来了。没有阿姨，你不认识我。对，它又有特制辣椒酱的耶。这个辣椒酱是我还要拿外带回去给我爸爸，因为他厉害，指定要你的外带。对，80块。嗯，我就一罐。怎么样？那不能直接喝啦。我没有直接喝，我只是想闻一下，然后蹭到鼻子。你喝给我看。早上继续。来，哇，又大一碗。对。下面这个是沙茶酱，然后那个肉啊，是我们这边的特色。哇，它是跟我们跟汤一起下去卤。哎，所以是最近才有的，对不对？一直都有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吃？没有出来。对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吃？有的人不吃。哦。所以我们就是喜欢的。要加的，才加。对，我们家才有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谢谢。好吃，这个羹。我觉得这个羹料很足哎，感觉是人家的两倍吧。在台北真的没有吃过这种会混搭在一起的。因为台北的羹我都找不到料了，都好小了。对啊，这给的很大。就是它这个形状看起来就是手捏。对，因为它形状都不一样。对，不是机器做捏。我平常其实很少很少吃羹，它是我会觉得好吃跟我可以接受的羹类。我觉得它的那个旗鱼羹很扎实，咬起来很有韧性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我爸算是一个蛮开明的爸爸，但其实我也是高中的时候才跟他开始相处。他高中以前呢？我小跟我妈妈住啊。哦。对，要高中的时候才真的跟他一起比较亲近。对。就跟他比较像朋友这样子，我也是跟你爸一样。哎呦，真的很棒，感觉是跟他们同流合污的那种。好，一起做饭，同流合污。第二天家长要签名的时候，那个如果里面有一个红字，我就看哦，知道了。他没看到啊，不过问不过问，是吧？好好行的父母，对。他们有一起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？他们那个时候在玩那个电动，那个世界杯，那足球。都是用买的嘛，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些角色都是用买的，那每个同学都有啊。那我为了让他好好的读书，和你只要显摆一下你有多少分，你有多少球员，对不对？那我帮你打嘛。他们在读书，我就在旁边打。你要帮他打电动，帮他练等级就对。对对对，我帮他练等级，明天就跟着。我已经有那个罗纳尔多的那个谁，有梅西了或者怎样。哦，其实也是觉得我能。做到的了，因为我而且也不想让他去花那个心思去打，刚好可以专心做功课。对对对，你晚上有你的功课，表现一下，对，跟同学去 show off 一下，那做到就好了。哇，很棒哎！对，我那个爸爸可以吧？对对。感觉他是蛮疼小孩的一个爸爸，就为了满足小朋友，还愿意去学。可能他不打电动，通常长辈比较不会嘛，这样。其实我爸也是这样子，他会观察像年轻人喜欢穿什么东西，他也会自己偷偷跑去买，然后就跟我炫耀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最近买了什么这样。”我最近有辣的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都吃光光了。对啊，你好厉害哦！嗯，辣。biu biu biu biu。通常我爸的行程就是的，带我来这边吃，吃完以后。
其实会去隔壁有一个很有名的冰熏鸭翅，卤味哦，等下带你们去隔壁。谢谢。刚刚你们叫我跟这个下大道的阿姨问好，这杯我不敢，因为那个阿姨我真的不认识。这边可以，这边这个就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认识，这认识，这就可以。啊，你刚好意思，但是你刚能加面子耶？有啊，对，这个好可爱，我还那个图，还一堆小阿姨好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对，嗨。你好，你好，帅哥，哎，好，对，我是慕名而来啊，我们在闻到香味就去。我说，因为爸爸常常带我来旁边吃下大道，然后就要来这边买。对啊，从小看你长大的。对。阿姨，那我们带一些走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就是。不要了。他有赚钱了，他有赚钱，没有，我们今天有那个节目有给我们钱。对。那你就买小包的鸭翅。好啊。鸭舌。好。鸭舌，还有阿姨，我要布丁。布丁好。我也想要布丁。好。对。那阿姨，你那个什么口味的？都单一口味。单一口味，它是冰熏的。哦，熏。要烟熏。盐水烟熏。对。哦 ，OK。好，阿姨，你会想说是这个样子吗？还是都很活泼，都很活泼，从小活泼到大。对。看有没有来捣蛋的。他不敢。对，这个就敢叫阿姨好了，因为他们刚叫我跟那个下大道阿姨说阿姨好，我说我不认识。真的，换人很快。哦。对呀。比嘎比嘎，那个是阿姨是在，他是在拔毛吗？对，因为不只是。鸡要拔毛，鸭也要拔毛。鸡拔毛，你这个技术，鸭也要拔毛。你在讲认真的还是开玩笑？刚刚应该没有吃太饱，还要继续吃一下。我觉得刚才好大碗，料很足。哎，你们要吃姜母鸭吗？你很烦哎。他怎么会在路边？哎，鸭子很会咬人哦。对啊，鹅咬鸭子，鸭子也会咬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弄它？它咬你了！不要，它真的会咬你哎！不要弄它了。握手。不要弄它。还打你？它没有手了。握手，握手，对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到了，香肠熟肉。啊，香肠熟肉，什么叫做香肠熟肉啊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香肠熟肉呢，就是它其实把熟肉塞进香肠里。不是，有点像卤味啦，就是你可以，它的卤味是一个名称这样，所以在台南就是它叫香肠熟肉，但它有很多可以选。老板，你叫阿龙吗？不是，阿龙，阿龙是你爸爸。哎，对。哦，所以他店名叫阿龙香肠熟肉。这个黄色是芥末吗？这个就是，对，你看每一家就会有这个酱料，对，就是这个甜甜。不管是谁，你不是吃内脏吗？吃萝卜？你是外国美国人吗？这粉肠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哎，手工菜，可以吃看看。谢谢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老板，鲟丸。鲟丸。嘿，对，它就是类似三色蛋，但是它没有加皮蛋。然后我们是用豆薯、肉仁还有蛋下去做的，然后吃起来是甜的。甜的，大家可以蘸这个酱吃看看。台南人如果说甜是真的很甜，我们试试看看。他都说甜了，对。这两只都长吗？对，这边长。粉肠、脆肠。你不吃对？什么意思啊？粉肠跟脆肠啊？有什么不同？就是粉的跟脆的。一个是对啊，可能是部位不一样。部位不一样。部位不一样。因为肠子很长。我的问题是这个，就是就段落有没有什么不同？一个可能比较接近台南，一个比较接近那个台北，一个比较南部，一个北部。确定？真的？No。脆肠是它的输卵管，那粉肠是肠子用那个鱼浆下去灌的，这个也是吗？不是，这猪肚。我现在才知道我们。乱接受。它这个是管，卵管是它的气管，还有心管接在一起的。哦，它里面塞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管，气管。现在才知道脆肠。你就乱介绍吧。我帮宣文爱介绍。帮宣文。日元炸锅。
它就烤过。这个很好吃哎。这是什么？它里面软，有鱼软，这个好吃。鱼软，哦，炸鱼软。这个感觉好像里面有鱼软。我觉得好的吧。我想说，香肠熟肉算是台南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别的县市没有嘛。只有小孩一个人不吃，那可以吃香肠熟肉，别的东西这样。我觉得还行啦，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，我吃了一些那个茄子啊、菜头啊、泡菜，我觉得它的蔬菜非常好吃，哎，很清甜，很新鲜的感觉，有点像在吃关东煮。接下来要去那个地方很酷。但不是吃的，就是。我不是我知道五里是我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跟去拍机制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真的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才会知道这些。有，我上次机制不知道那谁生日，然后我们不是去唱歌吗？然后你就突然说，要常常跟这些年轻人出来唱歌才知道他们都在流行什么。对，然后我一听我就说，你真的老了才会讲这些话。真的你看就不知道物理班，台湾现在流行很多在听的乐团什么，我都已经不太知道了。对，花甲中年去旅行，我们不是少年，我们是中年。真的，我又不是少年，好心虚啊。假少年，花甲中年去旅行。这里，哪里啦？这里。老板好，哎，你好，我们是花甲少年去旅行，哇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哎，好，对，这是一个木屐店，我们是很老的，100多岁的年的，哎，对，所以是已经是传到第，我是第三代，啊，我们还有一个第四代，我们是可以自己手做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想要做吗？想，可以吗？欢迎，好，我们请我们的第四代来教你。好，我们先挑底座，再來挑上面的花色。所以我们要先来试穿看看。对，看到喜欢我们就先试穿。干嘛？这个叫做吱吱叫鞋。等一下给你们试。吱吱叫鞋啊！吱吱叫就是你穿上去一直爱爱给啦，因为很痛，这叫天堂路啦。哦，哎，这小朋友说的。像他那个身高是穿这个的，是吧？你这不像考他那个身高，你是在嘲笑他吗？对，老师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人家也有那个嘞，180的感觉。没有180的都是侏儒。乱。这样，快一点。老板有没有再加高的？要加高的，我们卖出去了30公分。没关系。哎，我知道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做那个，因为你以后拍戏的时候可以用那个。躺着不一定比较矮哦。哦。这两款。真的。你知道通常这样你知道怎么办吗？怎么办？推你下来。推你下来。脱下来就好了。哎，来下来。跟你一样，好痛。很痛哦。哎。可以，那你要走走台步，走不了了，不要了，下来，好痛，很痛，你身体最好，肠胃不好，然后气血不通，气都在脚下面，所以它一压下去的时候，你好像要崩开的那种感觉，对呀。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传统是什么？传统嫁女儿送木屐？哦，是我们台南以前。嫁女儿的时候会附一双嫁妆，会附一双男生一双女生的木屐，代表女方要去夫家一起赚钱，一起打拼。因为木屐以前只有有钱人、有权势的、有地位的人才能穿，所以送木屐是可以的，是送你富足富贵的意思。了解，这是一个习俗，是不是？是，但是现在比较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了啦。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，倒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到多好，而是我了解了哦，这个原来是这样，来龙去脉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学习的过程会让我很快乐。以前要换袋子的时候，这个连这个都要扒起来，那我们后来就改天窗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改良气垫的，来，不是气垫，对，哦，没有，木屐就是硬的，哎，来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就是我们阿公、我先生的爸爸他们那个时代做的，
这个叫做日本布鸡，因为他们跟日本人学的嘛。你注意看，你那双和这双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方的，我那个是有。哎呀，不是啦，你看这个都是比较大。哦，不是大，我们也可以穿大。有龙的图案。哦，不是，啊，不是，答对的拥抱一个。啊，那就不要答了哈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。啊，答对送一双，好。因为不用仔细看了，不用仔细看了。他的这个烤漆啊，错了，我们每双都也要烤漆，就有烤漆啊。他前面那个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前面哪一个？脚的那个夹的地方不一样。哎呀，来，有抱一个。哎呀，真的不一样，是吧？他在中间，日本的木屐没有左右脚。啊，很难照顾啊。在民国七十几年以后，你看我们的师傅多厉害，发现到这一点不对，所以改了。我们台南成大，他们要踏朔台南，一定要来这里上课，两学分哦。真的哦。哎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来每次都用这个在问，没有人在看，是我们人哦，不要从大的地方看，所以我的程度有到成大那里，比成大还大。你拿了两分了。你台大，你台大。我现在玩一个游戏好啊，就我们四个人比赛，接力赛，光脚吗？因为有穿木屐啊，穿木屐。我们脚手布，然后我们准备四双，该不是要穿这个吧？对啊，这双。那女生选两双，然后男生两双。我选这个。那我跟伟哥脚要手布，输的穿这个。萱姐对，昨天因为脚踏车我们一队，我们赢了嘛，让伟哥他们有一个返回一城的机会。嗯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。输的先选，选先是，我选好了。啊，我这个游戏是不是有是自食恶果的感觉？真的，应该我们先选嘛。好，你们先选，你们先选。开始。不，啊！等一下，太快，等一下，你太快。太快了吧！我穿回去，快点穿回去啊！快点，我等你，真的太痛！快点，你快点！哦，要碰到那个石狮子是吧？我一定在你前面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耶！好了，他那双鞋是真的很难跟我们没办法比啊，我们穿的都是平的，他那个鞋子是很小，前面是一格一格的，那前面的脚掌是很痛的，然后再来就是后边又翘起来，正好顶到这个脚心，所以每走一步是痛两下，每走一步，所以他就后来就直接是不能再往前走，所以赢得这胜之不武啊。伟哥他们昨天已经输了，我再赢，这样子怎么好意思？那就参照昨天的方式吧。我扛就好，你输了我喝，你输了我穿，对，好不好？你背淑娟姐，哇，穿上去再说。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好些。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刚穿的比较，这样子还好。对的。如果背淑娟姐可能，因为又会往下压。那我要走很大一段吗？我觉得你的汗已经好恐怖了。没事没事，哭了，这不是汗，这是塔基拉。现在才流下来。哇，好，哎，好，等一下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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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好，耶耶耶耶，哇，啊，原地一个小时，哇，然后走到哪？快，右转右转，我连红线都走不到。不可能到十四次，真的于心不忍，因为我知道那非常痛，那很痛，我们自己试穿过啊，一步都走不了，真的。明星花露水耶，你手掌，哦，被用完了，哦，哎，这咖啡色的，不是吧？啊？是啦，那一罐是因为放久了啦。你看这都透明的。哎，我们先拍个照。我们今天都没有合照。对对。啊，我又忘记带那个了。你又忘记带相机啊？你到底带相机？
明天。快点啊，拍张照啊！还是我请一个可爱的妈妈帮我们合照，好啊，可以吗？你愿意吗？帮我们合照一下。你小朋友头发超多哎，好可爱哦！可以碰到一起照吗？超可爱。他好可爱哦。爸爸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果然是爸爸哎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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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超可爱，挑战成功，好可爱。他脖子硬了吗？我扶一下嘛，可以可以，扶一下，可以这样。我觉得你要，我们现在一起拍照一下，一家人。对，你再我拍一个，我再一次。不是不是，我全部一家人 ，family。可以可以，对。他现在头发超在搞笑，我们这样很像，很搞笑哎。巨搞笑。哎呦，都做好了呢。耶！老板，哇，都好快哦，可爱哦！哎，突然发现了新大陆，我怎么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这么晚才知道？以前看人家觉得那个很硬，然后一定不好穿，但是这次给我印象说真的很好穿，然后很干爽。这条是很多年轻人会来的，我每次也会来这边逛逛。现在很多很有趣的店，很多小店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多很特别的，可以逛逛的店。台语问路店。对，讲台语啊，方仔义。用力拉。哦，这是奇牙家的门。什么家？嗯，啊，他是卖马卡龙的。马卡龙班。哦。所以要讲台语吗？马西耶山。哎，你怎么听起来台语没有太好？我们的台语担当今天刚好休息。哦。啊，我今天超名单啦，你比我卡好。讲讲，你卡好几点嘛的？巧克力有吗？有啊，巧克力这边它是75%，所以有一点点的微苦。哦，太棒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那还有一个最不甜，不太甜的。我们谢谢先生，你是立冬洛神花蜜饯。哦，洛神花好哎，酸酸的，好。我要一个酸的，我要一个酸的。酸的是立冬吗？对对对。我们在吃马卡林。马卡林。马卡林。哎，我分一半给你。你来加一加吧。嗯，这样也蛮好吃的。好喝，嗯，好吃好吃。自己腌的洛神花，只有冬天，靠近冬天才会有这个口味。哦，不是季节性的。好吃好吃，谢谢。我吃到了巧克力味道，嗯，有点苦。真的很好，这不会太甜。不会甜，我就是喜欢那种没有那么甜的，微苦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经过这里，这附近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逛逛的地方吗？你们想要逛？这不问我就好了吗？我是导游啊，对。我是台南人呢。可是你不是不常回台南？我知道，但我知道假台南人是不是？我猜就是海岸路跟国华街。对，没错。然后现在还有那个普济店的有点热，可是走过去其实没有很远。然后他们灯笼在那边非常漂亮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有冰淇淋呢，想吃想吃。你们是有 whisky 的冰淇淋啊？对，这是他们期间限定。啊，现在还有麦卡伦，好酷哎！浓度有多少啊？它出来大概相差9%，所以不建议开车或骑车。哦，要吗？没有开车，我们也没开。那我们两支麦卡伦口味的，嗯，你们要什么？哦，金萱好了，那我要玫瑰，自拍一张。怎么？怎样？自拍一张吗？没有什么酒味，还好没有，嗯，没有。哎，这家是干嘛的？另外一家，好吃。天哪！是吗？不是，你看这巷子超级小，窄到不行哎。然后感觉里面有很多店哎，你看这边店都在里面。在哪？这边。摸乳巷。对，正对面。正对面。什么意思？摸乳巷。摸乳巷。而且到底为什么叫摸乳巷？不太懂。因为会不小心摸到，借过的时候会摸到，是的意思吗？是这样吗？真的吗？是啊，摸乳巷是这样啊。哎，我觉得这里超适合拍照的。对，这里超级适合拍照。要从那边拍起，就这样，随便摆个姿势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摆拍，摆拍，摆拍。有吗？我们发现了那个摸乳巷啊，对于年轻人，包括像我这个有一点年纪的人，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今天去的地方又不一样，那个味道我会蛮想探索的。我很喜欢那里耶，居然还可以吃到那个超有名的冰淇淋，但看起来就是很窄一条巷子，你无法想象说，哎，里面还有店什么的。那走走走，就觉得
别有洞天，我觉得还蛮新奇的。我们刚好到了那个时间的那个光影，还有窗，还有那个门，所有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美。哦，还有小东西，小东西。哦，玩具店哎。嗯。林威，你的衣服，啊，我的吗？你的 style， 哎，真的耶 ，style， 对耶，你看他后面是哎，但这好热，现在太热了。导游，是，我要这个，你要买这个吗？对，我要买这个。好啊，你别在身上，没问题，你们等下挑好了，我再去付钱。挑好了再告诉我，你先负责买单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导游现在是一个人哈，为什么？你的旅伴去哪里？就是通常陪逛街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不太喜欢陪在逛街，因为就会很久，女生都会逛超级久。你的行程会 delay 吗？怕。他们刚开始周小姐只逛了前面这边，就逛那么久，他现在说要去后面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。选好了吗？要我付钱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在问，我在问老板事情而已。是吗？对。你还没好？快好的，催啦。你知道美国的那个超市停车场会有很多男生聚在那边喝，不就聊天什么？因为女生过来了一遍。你知道现在其实有什么男友等待区，很多那个店家外面。决定要去外面等。失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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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屡劝不听。导游很辛苦哈。也不会啊，他们开心就好。我们就在外面等。delay 感觉有个二三十分钟了，他进去很像一个漩涡，就是出不来。楚娟姐就在那里。对，楚娟，因为有时候女生就比较，对啊，会对那些东西很着迷。你是要再叫你导游来那个结账？对啊，结账啊。呼叫导游。哎，要付钱了吗？要。非常非常乐意。非常非常乐意。没问题。女人逛街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对，每个人都拿了战利品出来了。真的。那继续前进的吧。对啊，我们去就是带你们去一个。可爱哟，食物食物。同学开的店。好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哟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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